雙重標準時一定要講。我唔係特登想睇。龍門唔使同啲邪魔外道講江湖道義。唔係龍門，係龍虎門。係呢條。食好食到好嘢嘅時候，大聲講。你不是患有生命嗎？第三條。最做兵最緊要識講。足球是我的好朋友。女神的波浪星都是女神的兵員。繼續。講緊咗。講緊啦。你可唔可以問一條問題？問翻頭先嗰條問啦。鼓勵年少殆盡的兵會講。哦，係啊，答錯。第五，我哋冇事冇事。O K， 再嚟講。未得啊，第五嘢。係咪個同事唔該投入啲，俾多啲氣啊？俾人睇小嘅時候要講。你以為我哋係邊個啊？啱佢喎，啱佢喎，點解啱佢喎？第六條。台上演講最重要係講咩？你敢違抗擁有巴黎？第七條，俾個波餅散仲要講咩？我就係南屬長屬長江田島平民。你啲咁急口令嚟咯。黑男聽自己意見要講，要同佢講。好好味啊！好趕嘅時候要。好講嘅時候應該要講，慢慢嚟比較快。好，講曬未啊？仲有一條嘅時候要講，這是一生的承諾。啱咗，啱咗三條。哇！阿鬼嚟啊！係啊，小二啊，小二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佢邊答到啊？都係啊，即係撞得到喎。好，咁我哋都講翻啲。講翻啲真正嘅答案啦。第一條，做兵最緊要識得講咩咧？這是我一生的承諾。係啦，咁啊呢個係名門噶啦。台上面演講最重要係講咩咧？我就係藍叔叔長江田島平吧。俾個波散中要講咩咧？足球係我嘅好朋友。俾人睇小嘅時候要講咩咧？你以為我哋係邊個啊？好趕嘅時候應該要講啲咩咧？慢慢來，比較快。雙重標準嘅時候應該要講咩咧？龍虎門唔使同邪魔同江湖道義。撩女仔嘅時候又應該要講啲咩咧？我係唔識日文嘅。而家係啦，食到好嘢嘅時候要講咩咧？好好味啊！唔係，其實頭先撩女仔嘅時候都可以講啲咩？女神鼓勵燃燒殆盡嘅兵會講乜嘢咧？星矢，你不是還有生命嗎？ partner 不聽自己意見的時候要講咩咧？你膽敢違抗擁有巴力嘅我？好，咁我哋咧就